戴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衣服上面面料是一样的，就是希望可以传达，就是说嗯，就是在这个疫情之中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，希望表达出自己的这种嗯，不畏抗拒，一层一层的通过难关的这种感觉。这一次其实嗯，主要是真的是受新冠的影响，有很多东西跟以往的话，我的东西都比较开心，然后都是希望大家看到很多颜色，看到很多的那种就是 full of joy。 很多人看到我的东西就说，哎呀，看到你的衣服我就觉得特别有活力，特别开心。但这次的话，我自己本身也经历，我觉得整个过程在家里面一直就跟孩子还有老公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整个情绪变化，所以我觉得整个系列其实是有代表了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感觉。